说起酒局，熟悉喊麦的人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天佑靠喊麦火起来之前，酒局是喊麦界的鼻祖和第一把交椅，在众多喊麦爱好者中有很高的声望。八月三号退网多日的酒局回归复播，直播中酒局聊到不少关于喊麦的话题。酒局感叹对于喊麦的落寞现状自己也很无奈，现代音乐平台不支持喊麦，喊麦作品都不被推荐，甚至喊麦二字在音乐平台中都被屏蔽，用星号代替，很多直播平台直接不允许喊麦。许多网友打字喊麦都是天佑害的，但是酒局在直播间明确说明喊麦落寞的今天和某个人无关，提醒游客不要带天佑的节奏。曾经网络直播界人人都喊麦，如果不学上几首时髦的喊麦，会被直播间游客嘲笑没才艺。以前几乎大部分男主播都会在自己名字的前面加上 MC 标签，彰显自己是一名喊麦主播。天佑、阿哲、力哥、王小源等等一线主播都曾在自己名字前加上过 MC 标签。如今时代变了，天佑、阿哲、力哥、王小源等等这些曾经自称麦手的主播们纷纷去掉了自己名字前面的 MC 标签，全都给自己加上歌手、演员等身份标签。其实网友们要知道，喊麦并没有被明令禁止，只是不被提倡。很多人可能感觉喊麦没有前途了，纷纷放弃喊麦，